彩缤纷的颜色总带给人不同感受，更能让一个空间从平淡转变成极具生命力的国度。为了强化设计界与美学专家对于色彩在生活环境运用上的创意，涂料大厂首度针对国内专业领域人士举办设计大赛，将近150件的作品呈现创作者的色彩巧思，更通过公开性的选拔，让国内的美学思维再向前迈进。